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师傅，你怎么刚才不上车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想起来。你怎么上来了？哦，你上车之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公交车也能到我家，省得我再等下一辆了。快到站了，咱们下车吧。出来帮你补习功课吧，我之前说过要帮你补习寒假作业的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有些寒假作业的问题想要问你。你现在基本跟上来了，可以提前预习一下高三的课本，这样到了高三之后学习起来就不会那么吃力了。那我走了。